吃饭别看，减肥必看，因为看完这些图片之后，你们将会对食物彻底失去兴趣。今天呢，教你们三个减肥小绝招，让你们瘦成我这样的。狗子上图。看完这些，你们还想吃吗？反正我是再也不想吃小龙虾了，那个蓝色的真的好恶心啊。因为蓝色是可以让人感觉到冷静的，所以它有抑制食欲的作用，非常有效。当然了，如果你看完那么一大堆图片之后，你还是想吃东西的话，关注我的第二招，就是一边吃这个磨牙棒，再去看那些图片。先声明一下，这个东西它不是狗吃的，因为这个东西很硬，我觉得你看完一集电视剧你都吃不完这个东西，因为人的嘴巴只要不停的在咀嚼，没有闲着，你就不会有饥饿的感觉，非常有效。如果你觉得这两个东西都不行的话，那我还有第三招，就是我们随身携带一点香水或者是固体香膏，当你觉得饿的时候你就往身上来一点，因为这个东西它也是可以控制食欲并且延缓饥饿的。如果这样子坚持一个月下来还是没有瘦的话，你就来找我，我就让狗子让你随便打，我是不是特别慷慨大方？哼。